小朋友，你们好，又是我的 teacher day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小朋友都没办法如常的到学校上课，所以今天老师将教你们在家自己写写笔画。首先，小朋友先跟着老师一起念：竖弯钩，竖弯钩，横折钩，横折钩，横折弯钩，横折弯钩。好，现在老师需要家长为你的孩子准备一张纸和一支铅笔。那如果家长可以的话呢，就在纸上画上格子，就好像老师这样。那么小朋友就可以把笔画写在格子里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现在我们先写竖弯钩。小朋友们跟着老师，竖弯钩，很好。那我们再写多一次，竖弯钩。接着我们写另外一个笔画，横折钩。准备，横折钩。我们再写多一次，横折钩。非常的好。最后一个呢是横折弯钩。预备，横折弯钩，横折弯钩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写得好棒。接着下来，你们要在家自己复习哦。再见。